好，来做题目，简单小题目，这是我有背过的体积比，叫做2:1，质量比叫1:8，所以就有人问你密度比，有人问你那怎么算密度啊？你就会啦。来，可爱小女生吗？可爱小女生，小女生 7，七号，多少？不会。哎，这是国一开始，国对起，国一开始学的，一等于 V 分之 N。质量除以体积啊！老师说不会比就不要乱比，把公式写上去，数字往里面带。往里面带，体积比2:1，下面是2:1，上面是1:8，算出来就1:16，密度比。OK， 下一个，两个，加谁帮我导电？这里面有两个是我们当初要你背过，油与水，但是不导电的。有两个是当初要你背过，油与水不导电的。帅哥男，帅哥男，找不到帅哥男了，有。26，26，你就回来就来就行。起立。硫酸呐，猪啊！猪啊！我是猪啊！蔗糖跟酒精是8年级请你背过，它溶于水不导电，沙油根本就不溶，所以你要猜也知道要猜一个硫酸。硫酸我刚刚跟你讲过，可以加硫酸那个 ，OK。啊，请问你什么化学检验氢？什么化学检验氢？啊，这刚才问过啊，可爱小女生。三号。B， 请坐下。你答案选的叫 B。可爱女生。好，氢气可燃，燃烧时带来的火焰有爆鸣声，所以答案呢就选 B。还停车站接问 ，A、C 出检验谁啊 ？A 检验谁啊 ？A 检验谁啊？帅哥男叫做24，你做 A 澄清石灰水检验的叫做二氧化碳 ，C 检验谁啊 ？C 检验谁啊？可爱小女生，小女生14号，14，你中上？不会，这背的。助燃性啊，余烬复燃啊！刚跟你讲过了，不会。猪检验谁啊？猪检验谁啊？应该帅哥男的吧？找不到男生，为什么？男生不见到，为什么？二一，那个对每个都有沉默一个二一，水，起。检验谁？检验谁啊？谁？请坐下，你终于回答我了。来，小慧，是考试的时候，你只要找到答案就可以了。学习的时候，你要每个选项都知道正确是什么。错为什么会错 ？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练习11。